我哋而家去鬼谷栈道啊！鬼谷栈道系啦，鬼谷栈道，玻璃栈道咪系咯，系啦，玻璃栈道行完，哥哥，走啦，同爸爸妈妈喂 ，hello。啊，呢度好多许愿簿啊！哇，一片红色啊！不是，他们要去。鬼谷栈道全部红色，哇！先回来，先回来一下，我去取一下照片，马上就跑。对面就鬼谷栈道啦。啊，佢哋已经喺前面啦。又一片雲海。刚那一群年轻的人还没过来。太阳出来就好了。太阳不要出来了，这个时候。他们在那边拍着照。哎。啊，继续行啦！呢条栈道，妈咪已经行喺前面啦。原来阵间要落翻去，先去到玻璃栈道噶。美不胜收。三星太贵了，然后跟三星性能跟其他这种车型能只扭到这边。你放垃圾都得。你唔好过嚟住，你企翻喺嗰边，系啦。呢条弯一弯入去。问得好啊，答得好，打直啊。好啦，呢度又转一个弯啦。如果多了一分钟的话，如果多了一分钟的话，喺嗰边又兜个圈。兜过嚟呢边，然后又沿住呢条栈道，就去到鬼谷栈道啦。哇，原来呢度转咗几个圈啊！系 ，hello， 你好，转一个大圈。嗰个只鬼野窟藏宝啊，应该系啊。爸爸，哟，行咗落去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小休啊！废弃咗，嗰条桥，但系索道仍然用紧。好啦，鬼谷栈道，我哋去。啊，拜拜，慢慢行啊，鬼谷栈道，拜拜。鬼谷栈道，呢个鬼谷。你什么门口？哦。其实个秘密。你打门。呢度就系我哋正话行过嚟啦。
我哋正话喺嗰度行过嚟啦。啊，又有一幅画。呢度有一个龙头香啊，继续行啊，鬼谷栈道南段。过嚟啊，走前边一点，三个人。一三个，来，一。你要把那个帽子，那个帽子老挡着眼睛。桥啦。好啦，嚟个天门山索桥啊。好啦，过咗桥啦吓。好啦，我哋过咗索桥，索桥之后就喺呢度行啊。好啦，又嚟到个休息点啦。好啦，嚟到呢度稍事休息。首十大名曲之一的《村江花月夜》献给大家，点歌的老板和朋友可以上台免费合影拍照。就听完啦，小休完啦，继续行。路又要行啦，我哋继续去行鬼谷洞。哦，嗰度有个警官，啊，望一望啊。朝个东啊，总共都谂住。呢个鬼谷洞啊。水啊，呢、這个就鬼谷洞哦、啊。就系呢个。啊，鬼谷洞啊啦。出嚟呢边嗰个云海又系好靓噶，你睇下。哇，真系。好啦，睇完鬼谷洞又走啦。李合，合府统请嗰个合啊嘛。哦，呢、這个比合喎、啊，原来。看完个比合就跟住再行啦。原来有一个求二洞啊，我哋有边个求二啊？求二洞前面。好啊，落山啦，开始。前面有个寺庙啊。天门山寺啊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天门山寺嘅前面。我哋而家就买飞去行嗰条秘道啊！好，我哋而家坐吊车，识唔识噶你啊？你咁大队，嘿，你真系，哦，喺度入口坐缆车，我哋坐缆车就去对面啦，系。我哋而家就坐吊车去嗰边啦。你有冇坐过？有。啊！呢条就荒废咗个桥啦。
有人落添啊，以为净系上添。好啦，就嚟去到东边啦。哇！呢条原来就系废弃嘅桥，唔系正话嗰条。嗰边就栈道啦。睇上嚟。都好多人落喎、哦。哦，我知去边度。好啦好啦，挥挥手啦，妈咪。好啦，落咗缆车啦。嚟个森林啊，观光缆车啊。好啦，出咗缆车就又再稍事休息。我哋而家就去云梦仙顶啦。好，小休之后继续。喺呢度行。好啦，而家又去排队搭飞渡啦。哇，最好呢个时候啦，因为最后嗰 lift 我哋咩落噶，第二批人系几分钟之后噶。隧道尽头，原来就系我哋今朝搭缆车上嚟嘅地方。